你的玉米多少钱，师傅？五块钱一公斤。5块钱一公斤。那个脸呢？啊，那是水果的，水果的8皮5块，8皮6块。5块一公斤。8皮5块，不8皮6块。8皮5块，不8皮6块。不8皮6块吧？现在脑子也不好用了。40。今天天儿不错哎，全是云，到现在太阳还没见，太阳还没出来。看一下我们的老人到哪去了。你都叫完了，嘎嘎，什么时候啊？我去买人去。现在买肉去吗？去吧，我带你去。开车去。我们开车去。开车去吗？你就自己你怎么交的？就这些地啊。走。你什么时啊？我也没吃呀，我没吃，我也没事儿。那个丁字路口到那个家。哎呀，你不是没时间了，停车位了哈。不是那个停车位吗？哦。就跟那个停车场是吧？嗯。哇哦，钥匙忘了，钥匙拿上。我说是什么地方，原来是在这儿。豆角多少钱？5块。5块钱？你说。买了我回去给你做焖面吃。买豇豆。豇豆不做焖面了。啊？这个做焖面了。我说你们这个花菜比超市的新鲜的多，超市的都发黄。我们这个是早的弄的嘛，这个都是早的选下来嘛，选下来再拿。这都是你们自己的？自己的。这个黄瓜呢？这个黄瓜10块。都精品黄瓜呀？挑啊，我们自己种的那个皮的嘛，就那个就便宜，那个嘛少。哎呀。这整这么一筐黄瓜的好几个大棚吗？不，差不多2分地，这一次天天就这个秤的样子应该是100公斤的秤呀。150公斤。150。啊。没电了吧？我充着的，可是没有电了。他们暖过吗？你是在搞直播吗？没有，录像啊，这个。我就是直播一来，我就是你充起来开始看这个了。OK， 你是后面。好料，到底我在是后面。没有。你那个给我干掉了吗？啊？你给我东西干掉了吗？我们东西现在。10斤吧。够了吧？你就吃一顿吗？吃一顿了，吃一天了。我你们吃不到，全国我们吃太多，不得跟你们不一样。少点嘛，你再加上两根嘛。再加上两根400克吧。这个菜以前，这不是菜，这是草。我以前放羊的时候都喂羊的，现在人都吃这个，城里人都怪得很。你挑半天就称2块钱了。再去买一把姜粉，2块钱的豆角，烧了半天，
你咋起来摇包不动？你咋给他起来？江总，你还要团购一下吗？是，你多少钱贵？你们两人要一个。太吵了，这个地方。就这个机器，弯的钢筋过了这个机器就变成直的了，然后还可以砸断。毫米，你不吃点玉米吗？还有面团。玉米你带多少？你带多少？你带这是？这是带多少？十公斤嘛。十公斤。老太太。外江豆这个字。这个江豆都老了。老不老？咱们就要老呗。咱们大姐江龙老干啥呢？老五嘛，哪来个哪一把的嘛？我多少钱？几块钱？4块钱。二哥咋忙的？二哥三十六。二十四零。你找的？这是蜂，这是蜜蜂。采蜜采到肉上。今儿的肉都涨价了，我不给你涨。多少？那排骨？排骨36吧。不买35买。你咬着那嘴。这个菜板也有些年长，至少得10年。你看我发这么多钱。不在。让我付钱。有钱不收那就是傻子。收了。60。我现在62块啊，60块钱嘛，不行，2块钱呢，对不起，啊，咋了，小伙子少，哎，哪来我少，你少，哎呀，老太太，看，给钱了，给，收我，哎，扫上了，哈哈哈，那得扫上，啊，这我得扫，儿子吧，女婿，女婿，是吧，这丈母娘长得不错啊，还得滚呐。就是行，走开！娃娃有这学习就行了，哎，老太婆有学习就老太婆花，老太婆吃不上再给个儿嘛。再一头给我嘛，你来个弄人了，那么大一头骨头接给老板。你光3块钱拿走了？哎呦，3块钱那是金的，是银，是银吧？哎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从来不担心。那我就当不养你。黑点点是啥子呀？血管。好了。哦，好了，你不要血管。前面肉都卖50多，你都买，今天26了不买了。滚！拿去点去。冰箱那么大，你把它塞满吧。冰箱都。过两天再长起来了又。过两天肉再长到50多，他妈你后悔的。多少钱玉米？7块钱一个呢。也是7块钱。买那个，每天种排骨。他买了。你买了。哦，玉米种排骨。啊。这有几块钱的黄瓜？10块钱呢。走。走。哎呀，5块钱两公斤，你随便，你现在小时候吃也得。我们都好努力了嘛，都是。就是稍微带点啥的。这菜太重了，先放过去。哎呀，累的都变形了，这个水。17块钱。你的玉米多少钱，师傅？5块钱一公斤。那个面呢？啊，那是水果的，水果的8皮5块，8皮6块。5块一公斤。8皮5块，不8皮6块。8皮5块，不8皮6块。不8皮6块吧？现在脑子也不好用了。因为这个现在人多了。
上外拿花菜。大一块钱。啊？花菜。可以，可以，奶奶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你进来吧。啊，我这在东家去买几个。超市便宜的，没得事。超市才两块多，一个两块多。哪个超市两块多呀、啊？然后超市两块肉嘛。啥时候买的？冬天的时候。他一买几天，我冰箱里多少一碗？哎，买鸡吧。十七块钱。哎，啥子十七块钱？那个。十七块、啊。嗯。他这个钱不通气啊！他人家要十七。就这个地方。说是要早上摆到十点钟。黑的哈。玫瑰。玫瑰。玫瑰。